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台。 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 OK， 先帮我用一次生物幻想，那么现在呢，要躲避焰火国。确实难以攀越，我们往山壁上爬吧。焰火国人的追踪，所以我们要走另外一条路了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。好，攀爬。 高低山洞窟，Go Go Go！ 没想到这山壁里。 也有洞天啊！总算摆脱了。好，得休动一下，喝个水。哎，嗯，还可以回去吗？别过去，要是被赤炎他们发现。 就麻烦了。什么声音？这声音不是霍斗的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吃人怪兽？我们快走！好可怕！那个洞，一个宝箱，先开。 灵芝又大又好，能在黑石上转一遍。你有没有听见奇怪的声音？是不是食人怪物要出现了？采之桑葚。嗯，这个是给谁？苍狼剑。这个是新角色吧？ 都买一个好了，然后苍狼剑要不要买啊？嗯，我们先买药瓶好了，药瓶，无常药。 武器丹、聚魂灵药。哦，好，我们苍狼剑刚买吧。然后装备，然后副手换。 副手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副手吗？嗯，主手，副手，哦，好麻烦哦，还要用主副手。嗯，算了，生意满满。 把这个矿附锁好了。好，就这样。那其他出路要怎么走啊？哦呦！
怎么掉下来了？这 bug 吗？不，不是 bug， 是智能可以跳下去啊。欸，我今天在发光欸。欸，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。哦，好暗哦。欸，看起来是没有。还可以下去吗？这边可以爬吗？哦，靠，这边可以下去。天使之音。嗯，好，没东西啊。对不起啊，各位很头晕，对不对？我自己也很头晕。哎，这个龙之玉。浓雾弥阵，焰火国人。祸斗，食人凶兽，果然遇见你之后，运气可真够好呢。抱歉。灾星不是叫假的吗？怎么了？哦，不是另外一边下得去吗？啊，算了啦，我不想看了。到，能发出那样的嘶吼声，肯定是个大家伙。哎，咱们连祸斗都能驯服，还怕陶唐国境内的凶兽吗？所以要过去吗？什么人？哼，管他什么人，全抓起来宰了。好，这应该是一定要打的啊。防御力都会提升啊！必须阻止！你看，又提升了。出来吧，尾兽炮！天道无常，我心我道。5000多滴耶，太猛了啦！继续走吧。这个出去吗？这边剧情是不是很长啊？又是你。这个我记得之前乌力他们有收服这一只，这只叫什么啊？
有三只哦。蟹人来帮忙，啊，怎么样？请多指教，断续集而来。如此，我们体力恐将耗尽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哇，抱歉，忘记讲话，一直死。好，最后一只。中国动画可以按掉吗？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嗯，好像没办法，按不掉啊。耶，死去。好。啊，刚刚哦，前面有储存点，太棒了。我等一下打 boss， 加持银丹，这些应该哎上得去哦。那另外一边呢？哦，因为没上不去，可以先存档。那个是什么？哟，这个啊，我先开这个宝箱。我们先上去好了。我们看到有焰火国人死在这里，上面还有一个惊叹号。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什么。出超好石头，走这里吗？又怕乱走，只要走到剧情点就麻烦了。我看到一只白猿在那里，我们先下去好了。他们都被凶兽攻击了吗？出草石头，不要吃我！这断崖，我们恐怕无法跳过去，所以要走另外一边。
荀彧。不要吃我！哎呦，哎，你好眼熟哦，你不是那个吗？石头像大块头一样。是我们身上那个粗糙的石头吗？哦，这应该是主线剧情的、啊、不是之前的我。哦，那我们就是要调查他的，就是我们拿到粗糙的尸体，所以我们刚才还有一只，上面还有一只焰火国人，那我们先把它打败看看是不是会拿到石头。Go， 冲啊冲啊！这焰火士兵已经神志不清了。哦，原来是你在叫。好，一次把我们解决吧。等等，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快别挡路，否则杀了你！头领是哪一个？啊，随便呢。请多指教。爽感哦！新人来帮忙，还有时间。敌方会撤退，撤退成功，场上防御就 OK。那这是不要让他们撤退吗？必须阻止！那先点一下，我们就会全军覆没了。总不出来吧？请多指教。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哎、欸，还有一只还没死啊！得罪了！不要！不要！行了，快撤出山洞！快！连焰火国人都吓成这样，这山里果然有食人凶兽。别担心，有宗伯。总之，待他们撤出，我们也可稍得安宁，不是坏事。小卫星，前面有很可怕的声音。细雨，别怕。我会保护你的。如果弟弟还在，我定也能像这样保护他。我说前面有东西，那个石头呢？就存档。好，我们这个分两集好了，有点太长了。